有种傻眼叫明星小时候，热巴可爱，虞书欣迷人，看到杨超越女大十八变。说到女明星的童年照，也是检验颜值的一大利器。娱乐圈中很多明星都曾曝光过童年照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红女明星小时候的照片。你们会说女大十八变还是从小美到大呢？而虞书欣的样子也是比较甜美的，看到虞书欣小时候是吃可爱长大的吗？小时候的虞书欣非常的软萌，婴儿肥的脸蛋很是可爱，性格看起来也是很活泼的。小时候的虞书欣太让人爱了吧，虽然很多人会用娘来形容鹿晗，但她的颜值确实让每个人都打心眼佩服，多次上榜国际帅哥榜就不多说了，仅从带货能力就可以看出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同为韩国学艺归来的艺人，他不像范丞丞那样突然变帅，而是从小帅到大，小时候就好撩人了。最后就是杨超越了，杨超越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明星，而她的颜值也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。她虽然以锦鲤的称号出道，但出道之后也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圈粉不少，